5月18日，有网友爆料刘涛与老公已经离婚，据说这次是王珂炒币投资失败，损失大概在 3.5 亿左右。该网友称，刘涛老公08年炒股炒期货欠了几个亿的债，刘涛拼死拼活出来拍了十多年电视剧才还完，甚至一年接近20部戏，结果又一屁股亏在炒币上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发网友热议。随后刘涛工作室在该动态下评论否认，您发布的为不实内容，请立即删除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拒绝造谣及传谣，我们保留合法追究的权利。没想到该网友一点都不害怕，直接回对方，我坐等你告我，不要一上来就吓唬老百姓。其实这也不是夫妻俩第一次被传离婚了，前不久刚被网友爆料称刘涛和老公王珂即将宣布离婚，而离婚原因则是因为男方出轨，并且还有一个私生子，这则传闻也掀起了不小的舆论。随后刘涛工作室怒发声明否认传闻，这才让离婚风波渐渐平息。没想到时隔没多久刘涛夫妇又被传离婚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